啊，来，进去，开。好，哎，去我买碗汤。哎，你在吗？好。今天要注意要保护哦，这样就会促进血液循环的。嗯，阿哥我来，你啊，这这个穴道呢，这两厉害，对吧？安尼个较好。我泡泡的都好，你免安尼抓啦。啊，你家己上班几工啊，忝啊，搁安尼伺候我。嗯，拜托个。耶，啊你今毛体力真了不好啊。啊，万不如你等下就落眠床，那条婆婆肚是变烂。哎呦，啊你着替我请一个看护唔就好啊。哎，家己的妈妈真了珍贵呢，哪会用凊彩啊？你哦。就是这个嘴才敖讲话啦。爸，可是讲你若知影安琪的囡仔可能不是我的，你敢会气家己的，竟然阁遐尔替伊设想啊？阁把伊巴肚内底囡仔当作我，你敢会看不起我这个后生？幸好。新红啊！啊！啊，你哪会目眶红红啦？无啦，我只是，我只是小希望啊，我这个后生会当替你承受所有的痛。你啊，搁在后边讲话啊，真正是戆囡仔呢，你啊！妈，你敢知影？有时阵我想想的，真个感觉足怨叹的。你甲阿公留落来这间病院，经营甲好势好势，救过遮济人，先落一届过一届，天公伯啊，互你安尼破病，敢讲天公伯啊，变安较善良的。今日开始我下班了啊，拢来这替你聊聊好不好？免啦，你回去陪恁太太，你甲照顾好，我都无代志啊。妈，哎，阿丽，喂，来，继续啊。好啦，好。妈，你这气色看起来有较好嘞。啊，这哦。往新红的公路啦，你看，哎呀，那专工哦，烫一烫这烧水，还搁放这吼，哎，药包来，给我泡咖，搁给我抓呢。对啦，新红，妈妈雄雄哦，想要吃平后边一间红豆汤，你去替妈妈备上啊，好不？哦，好啊。为了啦，我上知影妈上介意加什么料啊？伊也够大度的嘛。嗯，我随来一杯。谢谢。嗯嗯。妈，我替你来好不？免啦。哦，瑞德，等下接手病好不？哎呀，你那健康讲多济啦，啊，幸好明明来做了好好，搁再讲，我病的股份全部拢转给伊安尼。我袂记王瑞特要吃我，伊完全，搁较安怎讲，你甲新红就是无共款。好啦，先莫讲这啊，你好好休困较要紧啦。啊，你听妈妈讲啦，我呢这边安尼用用破病，我嘛唔知会当像顶届安尼遐尔啊好运无。我家己嘛无把握，不过我唔知为虾米会去伫想着以前的代志。我是真正足惊哦，病医落入外人的手来。若真正安尼，我是要摕什么病去见恁阿公啊？哎呦妈，你小不要乱讲啥，咱病医技术真进步着啊，边哪可能代志啦？我知影你无要紧钱，所以你连病的股份拢转互姓洪啊。对，钱会当分享，向个病医袂用哩。
只有正统的血脉才会当继承。你明明把信仰当作亲生后生的看待，敢是？是，我是真正把信仰当作家己的后生在疼惜。不过信仰毕竟留的都不是道家的血。敢讲你也不知为什么我到最后还是选择嫁给林明德？那是因为我知影你有法度替我把病医收掉的。我不是嫁给爱情的。我是嫁予责任。哎，好啦妈，即摆上重要就是身体顾好，等你全部拢好起啊，咱才通好。这病医啊，是恁阿公教予我的，为着要把病医收掉的，哎，我牺牲什么拢会用的，绝对袂当落入道家以外的人。安尼你听有无？好啦，我听有啦，你先好好休困啦，哈，拜托你。到最后，也是剩我一个人了。我饲腹肚内底囡仔，不是我的。妈想过来，真正的后生，嘛不是我。无血缘，都无亲生。我付出的一切，到最后也是一场空。我也是一个孤单、无人要治的。刘娟，嗯，而且迄天哦，我有去梦到恁阿公啦。你是梦到啥？恁阿公问我讲，我敢有能力会当甲病医收掉的？在梦中，我跟他一直哭，我一句话都讲不出来，我根本就无把握。哎呀，严哥今嘛病医就好好啊，阿信号嘛做得真好，阿哥啊，爱家顺顺无事，我都关心这代志，因为病医也无，也是真关心吗？遐拢无够，我知影你还未做好心理准备，我嘛无想要逼你。不过现在情形不一样啊，道家需要你，病医也需要你，你敢愿意把眼睛紧紧看妈妈那带着危险来离开？啊，若真正安尼，就算讲在天顶跟恁阿公相逢，我嘛袂欢喜啦。妈，好啦，我答应你，我可能会用我。假使哪会用你？我嘛无希望做一个这尔啊烦人的妈妈，我甘愿放手给你去买啊。瑞德，你长期买还是爱尽一个做道家子孙的责任跟义务，因为只有你才是真真正正道家的后生。听话，好好啊尽你的责任。搬出来喽！我们也要搬家喽！你们要搬去哪？搬去民事生活咨询频道，跟凤姐当邻居。这么热闹，怎么可以少我一咖？我正式宣布，我也要加入搬家行列！赶快点击下方链接，加入医学大联盟新家吧！